24秒便利店的任务，全员动作一致。全员动作一致。全员动作一致。成员需根据节目组报出的词语，同一时间做出一致的动作。每成功一个动作，就有一名成员可以进入24秒便利店，共有6次挑战机会。 我真觉得我们撞过来吧，就是侧着看第一个人做的那个动作，后面不让看，不让看，不，这是膀胱看，膀胱看，旁边是框，这里通过膀胱，就大家注意膀胱。我们一般叫余光，我们都膀胱看。全员动作一致啊！腿都不动，永远这样子，管他什么动作，永远这样。对，腿都不动，不要管，好不好？管他说什么都不要动。全员动作一致，第一轮，孙悟空，孙悟空，孙悟空。 孙悟空不是应该这样吗？我们羊要统一，你可以羊要统一有什么用？我们剩下四个是统一的，你还好意思第一个说？我们讲永远不动嘛，不可以这样。对呀，脚永远不动嘛。这坐站会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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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站会议。我建议了，首先呢，我们脚永远是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，对，脚只有两个动作，一个是站着的，要不就蹲着的，要不蹲着的，要么就蹲着的，要么就站着的，没事，先来试一个吧，他也不知道什么词儿。第二轮开始啊，听听名词。 玛丽莲梦露，玛丽莲梦露，玛丽莲梦露，三二一，三二一，仨一致的，这个很难的，我听到是我填词都没听见。 玛丽莲梦露，不动的，遮裙子嘛，不是，遮裙子嘛，遮裙子嘛，我申请了啊，你们可不可以接下来告诉我们一下，你告诉我们个范围嘛，要不然我们讨论没有意义了，你告诉我们一个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，你们做，告诉你范围，这些导演讲道理了，范围。 电影中的漫画英雄，去吧，1分钟。电影中嘛，电影的超人，是钢铁侠、蜘蛛侠，反正就那么多可能的话，管他男人还是女。如果是钢铁侠，对，撞你。如果是蜘蛛侠，钢铁超人，飞马，超人飞马。那再重复一下吧。第一个，钢铁侠，蜘蛛侠，超人。来，谁发谁？来第三个词啊，来。 来第三个词啊！来，超人三，超人三，二，超人三，二，一，三，二，一，超人三，二，一，开始。下一道题是一个歌手。好，来，郭富城，要么呢就是 Michael Jackson，这样，除了 Michael 和天王，这样吧，Michael 这样，其他的一致都 OK，第四个词。
很有名的歌手，很有名的歌手，影响力很大的歌手，影响力很大的歌手。第四个词，很有名的歌手，郭富城。三二一，三二一，郭富城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二一，开始。想法是对的，两个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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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瑜伽开始，瑜伽也可以啊。这个不是瑜伽，失败，失败。好，因为最后一轮了，李小龙。失败。这样，共两个题成功，有两名可以记住24秒便利店。但是为了能够让你们多拿点，让晚餐变得更丰富一些，所以呢，特别给你们设计了一个王老吉吉祥时刻。哇，好棒啊！哇，送分嘞！选一个人出来，我来呀，来。选中之后呢，就可以增加一个人了啊。就是要打开嘛。不，我不打开啊，不打开，不打开，聊天可以吗？聊天不可以啊，我不能碰，就是碰也不让碰，就是碰也不让碰，规定的。啊，不要拍，不要拍，啊，不要拍，不要拍，都不让。准备开始哈，开始，随便。王老吉吉祥时刻，现在开始，请选择。我进，那我们三个吧，三个吧，三个，你三个年轻。来，准备。等一下，有一个紧急的情况，东君裤裆破了。真的破了，真的破了，真的破了。有没有多余的裤子？来，准备。等一下啊！等一下。好，你先上吧。我从侧面上。侧面上。一，开始。对。干好，杨花梅唱的非常好，花梅都有了，料酒我也拿了，香醋我也拿了，淀粉我也拿了，够了。现在公布最后的食材，就是所有菜都离不开的盐、火腿。你先给我找条裤子。我们现在一起移动前往诺顿谷。你先给我找条裤子。